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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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小兔崽子，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啊？你倒是跑啊！就你这样的，也要见老太君？啊！打死你！嘴还硬是吧？打打打打打！打死他！叶少，走，住手！谁呀？三公子，王猴子，你们为何殴打这个少年啊？三公子。这野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，来我们齐府门口就要往里闯，还说要见老太君，我拦着他，他就破口大骂。破口大骂？他都骂谁了？这小子狗胆包天呐，他大骂柯少爷。骂柯少爷？那还真是狗胆包天啊。他都骂了些什么？他骂的什么我忘了，骂的什么呀？三公子，他骂的实在是太难听了，小的不便再说。没事，不便说，那便不说了。你为什么跟我们齐家过不去啊？还挺拧。老胡子，哎，你把他交给我，让我来盘问吧。这怎么？我说了，你们怎么都不动啊？三公子啊，您体弱多病，您就甭费这个心，劳这个神了。这件事就交给小人好了。走，走。等等，王胡子，你是觉得我做不了你的主？三公子啊，这府上的事儿一贯都是柯少爷打理的，如今他去外地巡查商号去了，不在家嘛。柯少爷不在家。我齐三公子不是在家吗？三公子，这府上这些事儿吧，一贯都是。咱们还是等柯少爷回来吧，听听他怎么说。你这人，废话可真多。少奶奶，您初来乍到，不太了解府上的情况，我劝你还是别管此事的好。巧了，这事儿本少奶奶管定了。哎，少奶奶，听我的话，没错。听少奶奶的话，没错。走。